今天是在日本的第一个晚上。福冈博多除了最后的摩子锅大家都要预约才能吃之外，有一点可惜，不过没关系，明天就要往广岛前进。我觉得这次影片有一点像纪录片，就是我没有自己来过讲非中文的国家这么多天，就是你终于已经毕业很多年了，然后工作了一阵子，然后啊，我刚刚去，因为我住在APA饭店，然后每一间APA的楼上都有一个大浴场，它的户外有一个陶盆，就是一个人型的，我就跑到外面户外的陶盆跑在里面，然后望着天空。觉得人生好惬意，突然平常的那些加班下不了班都觉得哦，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吧。这一切就是在我躺在那个陶盆里的时候，觉得也还蛮值得的。晚安，福冈。